我哋咁啊，難關過咗之後咧，2000年咧就興咗咩咧？就係、是、中菜西食啦，分菜啊。咁咧仲有咧就係、是、有好多嘅好多嘅外國嘅食材咧就入咗中菜嗰度啦。咁咧仲即係每一間嘅大酒樓咧都喺度講創意呢個詞。我諗你哋都聽過，有好多。好多即係地方咧，就佢好似每個月都要出新菜咁樣。2003年，好不幸，香港就爆發呢個沙士。咁咧就嗰陣時，大家希望記得係有好多人咧係用呢個上台嘅時候咧，有個滾水俾你淥嗰啲碗碟同埋筷子。不過而家就冇啦。但係從此之後就有咗公筷。咁我哋去到，我哋去到嗰陣時，我哋2016年去到2016年去外國，又係演講我哋本 China 的 Cookbook 嘅時候咧，就喺 New York， 我哋可唔可以俾公筷俾我哋？佢咩？佢公筷？唔知道，即係唔知道有呢件事，原來係我哋香港嘅特產嚟嘅，係公筷。咁好彩咧，就係2005嘅開放自由行啦。咁就係大量嘅旅客嚟香港消費咧，就整翻起香港嘅飲食，粵菜酒家就加咗好多南北地方菜啊，係咪啊？有好多外省菜，喂，好多酸菜魚，而家隻街都係酸菜魚，酒樓都做酸菜魚嘅，粵菜酒樓咧都話入去做呢個北京甜鴨嘅，將啲燒鴨嚟點評。好啦，我哋有人撩我啦，我就講今日嘅菜單好唔好啊？嗱，咁咧因為咧，我就話俾佢聽咧，呢個拼盤咧，我哋需要乳豬油雞叉燒金錢雞青瓜，你都講咗15分鐘啦。繼續講，繼續講，我哋嚟。撩我啊！佢撩唔掂你嘅底針紙上嚟啊！我哋升咗好多啊！今日咧就係、是、有一個紅雲乳豬拼盤，嗱呢個名係60、70年代先用嘅，嘅名。咁咧就我哋講嗰、那個嗱乳豬又有一個故事。嚇、啊，乳豬有一個故事嘅，講故事好唔好啊？好唔好？好。嗱，乳豬咧就喺廣州傳嚟香港嘅。咁以前嗰啲乳豬咧就係、是、令皮嘅，我唔知道你哋記唔記得？光皮嘅，即係冇啲粒粒嘅。嚇、啊，咁咧就係、是、好容易淋咗咧就硬嘅。啲宴會咩啊？婚宴等兩個鐘。婚宴啦，等兩個鐘頭斬咗出嚟，嗰、那個乳豬已經係硬咗啦，係咪先？係，咁喺1968年嘅時候咧，有幾個師傅一齊講嘢，一齊聚會咧，佢哋叫做老環會，打橫個橫，即係話兄弟班咁解。咁咧就喺九龍城嘅西南酒家嗰度咧，就傾起呢件事，就係話啲乳豬我哋點樣可以改良咧？咁啊唔係喎，成百年廣州都係咁做嘅咁。咁、那個脆皮係點樣做嘅咧？就係、是、白牙糖。醋同埋果喉，咁就令到佢脆。咁點解要多啲麥芽糖呢？因為紅色嘅，成隻豬燒出嚟，唔係燒窿咗，係嗰啲麥芽糖嘅變化就令到佢係紅嘅。咁為咗要佢紅咧，就落好多麥芽糖。咁呢幾個師傅咧就話唔得，即係你酒席咧就係、是、等一等出嚟咧已經硬咗。佢哋就係經過好多次嘅研究咧，就將嗰個成分改。呢個係香港做出嚟嘅成分，將佢改咗之後，佢個火候配合做出咗而家嘅芝麻皮。嗱，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創造嚟嘅，而且呢幾個師傅咧係冇藏起上嚟，冇將呢個技術藏起上嚟，而係咧全香港都師傅都可以學到呢個技術。仲有咧就喺70、80年代咧，就係、是、教埋廣州
和全國的師傅來做這件事，所以這個是一個香港師傅的就是做了一個好事，真的真的要講一下，我今天看看馬師傅的語節夠不夠，馬師傅現在在憂心他們究竟是酥起還是硬起今次。金錢雞大家即係都有吃過金錢雞，其實金錢雞是30年代已經有金錢雞，是不是肚餓呢？咁雞翼嗰時已經有，因為嗰時啲人好慳，所以啲下難料咧就愛嚟做咗鴨腳扎啊、金錢雞啊呢啲事。糖西鳳舞合歡花就是我哋頭先食嗰個糖西嘅餸啦。仙掌甲板上素呢個是50年代的餸嚟嘅，50年代仙掌即是退骨鴨掌，咁而家你哋喺其他地方很少吃到，而且鵪鶉蛋很易得，甲蛋是很貴，一粒都18蚊。如果你哋一陣間一定要吃，唔好理佢膽固醇。陳皮燉顯鴨，顯鴨即是水鴨，水鴨咧就是會飛的。即係好似硬咁啦，又唔係飛咁高。又聽講咧，做到身體好補嘅。台山蟹貝係今日嘅亮點啦，係一個好古老嘅餸。台山係咪台山嚟咧？我唔知道，但係呢個餸咧，亦都係成100年嘅啦，已經。好啦，咁記記唔記得文苑江南百花雞啦？今日要睇呢個馬師傅表演咧。咁啊，伊麵啊嗰啲，哦，仲有個西米焗布添啊，各位兄弟。是不是很久沒吃？不過以前的一般來說呢就是鳳城啦，一兜很大兜，然後一人分一斤啦，今晚我們就位上菲律芝麻卷，大家都喜歡吃的啦，是吧？不吃都要幫忙走啊，是啊，你試試今晚是你們做的，今晚呢個焗布甸同埋芝麻，因為成個菜單咧係我向阿馬師傅訂嘅，我話我哋今日咧係講懷舊嘅嘢，我希望咧係同大家分享一啲故事，真係或者你哋有啲回憶，或者你哋未聽過，但係我都覺得係好開心同大家一齊講呢啲事，好多謝大家，所以大家好多時間。有人問問題嗎？有人問問題。多謝 Diola 和 Kilo 咁精彩表演嘅。有幾分鐘啊 ？Q&A 有冇咩問題想去再請教神雕俠侶？俾幾分鐘。我想問下，語珠咧係唔一定係要燒先得㗎？係焗㗎。燒嘅，即係魚珠唔可以要抵。嗱，我話俾你聽咧，就係1970幾年開始咧，係香港咧係唔準用明火燒嘢，除咗幾家六榕記啊嗰啲之外，係只能夠用我哋叫做燒鴨爐。其實燒鴨爐咧係一個咁嘅嘢，咁咧就係最早嘅時候咧係用炭嘅，咁唔準用明火之後咧就即係嗰個明火係砰砰聲燒嗰啲嘢之後咧。是後來用過煤氣和石油氣，現在又用電的焗出來的，那就還有什麼問題，他一直在威脅我，沒有威脅你，我沒有威脅你，千萬別這麼說。侯姐有邊個食家有問問題嗎？喂，你都係食家喎。我問你介紹。喂，皮啊，你可以講幾句嘅。我同你介紹呢個中華廚藝學院啊。啊，皮啊，皮啊。咁啊，介紹佢俾你識過。你今日咧就即係佢手下出嚟大師六位。佢手下嘅香港嘅所有大師翻出嚟嗰啲大師級廚師都係佢學生。所以你看到自己的身材都告訴你他是吃家的，吃家了。好了，多謝。好了，多謝。我想問一句行不行？我要多謝兩位師兄，因為我們 GBX 有個叫做吃喝玩樂的 group 嘅。
咁咧誒，佢哋每一個星期都會 post 一啲菜譜。咁啊，上一排我就係中華廚藝學院咧，就香港女工專商咧就做咗個比賽，就係呢啲咁嘅在職婦女啦、基層婦女啦，咁就去比賽。咁我就偷咗佢個菜單，就贏咗獎。贏咗啊！係啊係啊，真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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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真係唔信啦。我真係嗰日就做咗個咩咧？就係、是、你哋教嗰個順德蒸肉餅。啊，系啦，肉餅咁簡單。係啊，係唔係啊？咁我即係我蒸唔到啊，最後我做咗漢堡包嗰個肉餅，我創新咗，係啦，係真係贏咗啊！贏銀獎添啊！稍多謝兩位啊！咁我咧仲想補充幾句咧，就係、是、香港地方志係一個香港人嘅大事，係裏邊咧有六十幾個行業喺度巡行咁樣。陳恆嚟咗未啊？佢又係寫地方志，我哋寫地方志，我哋寫飲食添。陳恆先生，咁咧就話做通訊係咪？你哋寫，佢哋寫通訊，我哋寫互聯網嗰啲係佢嘅。咁我哋咧就寫飲食。咁我哋飲食呢本咧就係30,000-6,000字，就係將會係喺2025年裏邊咧就出版。呢一本，咁我希望大家到時捧場。呢個係我哋係將香港嘅飲食係由古代一路寫到2017年7月1日。咁呢係香港第一次收字，我哋唔係寫嘅，係收字，係頭先講嘅咧，係冇1%嘅資料裏面，所以咧就希望大家捧場。裏面包括所有嘅菜，你講得出食嘅嘢。我哋都包含咗喺裏面嘅，咁啊，多謝大家。阿張有啲問題，因為我就係開餐館嘅，所以係啊，好多謝咁精彩嘅主持。我都係做香港飲食業嘅，但係好難請人啊！而家喺香港，除咗有咩辦法可以鼓勵啲年輕人入行？你又咧中華廚藝學院？阿 Pierre 啊，劉生啊，劉生答，係啊，你答，劉生答都啱嘅。呢啲唔公開講啊，請啊。係啦，不過好奇怪，而家啲人咧就唔想做呢一行，真係好。直接話劉生咧，就係、是、佢有啲秘訣嘅，但係話佢酸就唔可以公開場合。你話呢個咁，所以如果你係要請人有困難，就揾佢私聊啊，私聊，私聊唔係私聊嚇，私聊，係咪先？好，有咩嘢？咁多謝兩位先啦，接落嚟咧就係、是。我講幾分鐘介紹下我哋，即係今日啲嘉賓啦。OK， 咁就係、是、TBS 咧，今日係搞呢個 event 咧，咁好難得咧，就係、是其實 TBS 我都係年幾前入咧，就係有兩個 founder， 一個就 Winston Hoi， 咁 IBM 啲同事都識噶啦，我哋叫雲斯頓。另一個咧就係、是、Michael。OK， 千里迢迢喺温哥華過嚟嘅，咁所以 Michael， OK， 咁啊，另外要介紹幾個咧，就係、是、至於我咧，其實係 Hong Kong GBX 嘅 liaison officer， OK， 咁啊做一啲打雜嘢啫，咁就咁個 organizer 當然啦，我哋要呢、這個 topic 就係多謝啊。Fiona 就是 Fiona， 同埋阿 Kilam Chan， 我頭先講咧，其實就係以前我 IBM 嘅同事嚟嘅，咁佢就拜拜啦，搖身一變華麗轉身做咗廚神嚟嘅，咁就當然我哋升級嘉賓有幾個啦，一陣間你都會講幾分鐘嘅，就係、是、屈榮賢小姐嚇。我講名字都小姐好似過嚟拗口，佢原來個英文名叫 Chris 㗎 ，Chris 啊，所以可以親切啲叫 Chris， 應該揾佢簽名啊或者影相，你就買 Chris 得啦。咁另外就係中華智慧學院，我就好難得今日咧，阿彭教授，彭教授，咁陣間佢都會有幾分鐘介紹嘅嚇。
咁就另外 GPX 有幾個即係 community coordinator 咧，好幫手。今日真係多得你，一個就係澳門過嚟嘅，呢、這個真係犀利。嗰、那個 program book 都係佢 design 嘅，就 Sarah。喂 ，Sarah， 喂，喺出門口喎，知唔知啊 ？Please stand up and be recognized。哎，呢個就係 Sarah， 喂、okay.。咁就喺澳門嚟嘅，啊咁啊個 program book 嘅 design。咁另外每個台嘅 group leader 咧，我都想介紹一下。順序啦嚇，就係 table one 就係 Tony 曹博士。喂，未到 ，OK。table two 就係陳雲 ，Amy Chan。Amy Chan 就係、是。踢我入會嘅，入 CBX 嘅，咁啊難得佢啊，多謝佢，多謝曬。咁佢亦都係寫 Hong Kong 自嗰個 ICT 嗰度嗰個主筆。咁多人咧，有好難就係寫飲食篇嘅。咁你叫嗰啲廚師佬寫飲食篇嘅香港字，佢哋揸鑊鏟就得嘅啫，揸筆就你唔好搞佢。咁 Table Three 嗰個咧就係 Kieran 啦 ，OK，Kieran 就係嗰個 Table Three。咁啊，今日好辛苦啦，咁即係同我哋聊天嘅。咁 Table Four 咧就係 Patrick 咧就係有 G T 上嘅呢個佛山南沙嗰個考察團咧，佢就係最努力照顧啲長者朋友，包括我咁樣，扶我起身啊，又成真係非常難得。咁所謂嗰圍台咧就係、是。就係上次有參加呢、這個即係南沙個考察 ，Table Five 嗱呢個猛人啦 ，Andy Kong，Andy Kong， 好，哎 Andy， 真係好低調啊，低調先至高人啊，呢、這個就係電腦界嘅奇才嚟嘅 ，Super Computer 嗰啲，咁誒、有咩特別關於電腦嗰啲啊？你就冇揾我啦，我雖然喺 IBM。超過25年，但我哋做 sales and marketing 嗰啲 ，Techy Giant 就係 Amy 啦嚇。咁啊 ，Table Six 就係阿 Bill 啦嚇。咁頭先佢講好多，大家都知啦。Table Six 喺呢度，可樂小姐就近。Table Seven 就係阿 Carlotta 呢度。OK 呢度 ，OK 就係、是、今晚嗰啲時間安排啊。負責打圈啊嗰啲咧就係、是、佢打我圈嘅操管咁就 Table Eight 就小弟嚇，咁、啊、就係介紹就係、是、暫交翻個麥俾你啦，柏多塔交麥俾你。我要揾翻我個好姊妹拍檔阿 Pat。因為嚟緊呢個部分咧就係、是一個抽獎嘅部分嘅，係啦。因為我哋大概會喺7:30就會開始上菜，係啦。咁咁之間，咁我哋抽一個獎先啦。咁大家可以 networking 下，傾下偈。咁麻煩每一張台嘅 leader 咧，就同佢嘅台員就大家好好溝通一下，係啦。咁我哋係 OK。咁嗱，大家咧其實每張台咧，我哋只得一個台長 ，OK， 有12個人，所以係極度之珍貴嘅。冇錯。咁咧，其實每一個，其實每一張台嘅台長咧，係一本好珍貴嘅書籍。咁其中一本係 Diola 啦 ，Diola 佢負嘅食譜書。另外一本咧就係屈永賢小姐嘅專欄作品。咁咧，因為每張佢只有一個禮物，係啦，一個台長。咁我而家邀請咗Diola， 可唔可以上嚟幫我哋抽依個獎先？嗱，請大家望一望自己張台上邊嗰本食，我未派曬啊。OK， 嗱，大家麻煩喺個信封利是封入邊選擇翻自己嘅號碼先。誒，先生，一杯飲茶。一陣間先揾大家嚟影相，跟住先揾你。